他也是周年庆的时候去买，然后呢，他跟我说啊，没有啦，就花几千块，其实不多。我想说啊，几千块买保养品其实很合理嘛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买个衣服什么都是几千块。然后后来是有一次他发了一张美美的照片，然后下面呢就是闺蜜出卖他，闺蜜就说花了五六万块果然很值得。然后我就说五六万块，我就问他说那这不是几千块吗？哦，他说没有啦，因为他周年庆的时候有一个促销的活动是分十二期零利率。所以等于是，哦，还分期付款，对，他们的销售手法是这样，所以对一般人来讲，我一个月花几千块，其实还好，对，所以他也会用这个方法来骗我，就说啊花几千块，然后呢，我也是默默觉得好，你觉得你负担得起，你可以买，那我觉得好，你已经买了，我也不能再说什么，而且你都已经抹了那么多了，但是有一次让我觉得很不开心的是，我们出国，因为买过保养品的人都知道，那个柜姐在推销你的时候说，你买这一组大的。我送你两组小的，再送你一组什么什么，他就带了那个小的那几个出国，那一次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，就是什么从脸啊到哪里全部保养啊，由里到外全部都会可以插好的那种旅行组。嗯，他带出国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带一组去，然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保养品不收吗？”他说：“不要，那开过了，那就不要了。”嗯，他是把那个。就是人家那种室友，里面其实还有哎，我都觉得那个还可以捡起来，我还可以再抹一个月的那种，他就不要了。我就觉得，嗯，这个观念是让我真的觉得受不了。当然不是短期，是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状态。后来我就觉得，因为这样子的价值观，我就觉得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因为有时候你为了省这个大钱，你却去觉得这种。旅行组啊，这种赠品没有那么重要。你有看过女生把口红整支抹完过的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对啊，从来没有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女生本来在这方面就是这样在使用的。就是怎么样在使用？就是其实他们就是有推，就是掉剩下一段，她也就不用了。对对对，因为它会有新的颜色或新的款式出来啊。嗯，对啊，所以我不是要听她讲话了，我只是觉得这其实蛮多女生都会有这样子的使用行为啊。嗯，可是它是那种可以关起来的，它是一瓶一瓶的那种。那个口红好像也可以转起来，对不起。好，可能我因为小时候观念就是会觉得，像男生擦保养品一定会擦到最后，嗯，一定会挖到最后，然后再把它擦。我懂了，我像用面霜利达姆会用到最后。我觉得你们真的不要苛责女生，你们男生一个老婆，你有用一辈子用到最后吗？还不是中间都被其他人吸引出去？可以怎么会走到那个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对化妆品，我那里只是化妆品，再买就有了。那老婆，你看你们自己那个自己新鲜感都没办法维持这么久，那怎么会怪我们呢？我很没办法接受的另外一半是说，哎，因为我刷卡刷很多，所以哦，我没办法出去哪里玩，然后我吃饭要很省，然后我什么？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逼到？这样的困境，哎，睡就重要的啊！但是你不能总美美的只出去外面见人就回来也不吃饭吧？啊，他买那个六万块，你觉得效果怎么样？我觉得那是看长期的，我还没看到长期就已经就是刷牙的，还没投资到我这对。哦，那你去法国，你看到他那么多，他带几罐去啊？他大概带25罐油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要带25罐？不是只有带一个牌子，就是女生很多什么乳液啊，然后什么什么。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 set， 它那个饭店不是都会有圆桌有没有？那个圆桌上面就是满的，对，就包含有一些化妆品的粉底啊什么那种小的试用的，就是整桌。嗯哼，然后走的时候你看到那一整桌，感觉好像才刚开始要入座而已，就已经要走了。他才用一次，对，才用两次啦，用两天。对，那你他不带回来，你可以帮他带回来啊。但是我当下我觉得我不要做这个，就是我为什么要帮你去节省？我应该要告诉你的是，这些东西丢掉是非常浪费。嗯，我要让他知道说，好好教育你。对，也不是说教育啦，就是我觉得我其实我当下我回去捡两瓶，捡两瓶那个保湿的，我就说，你这个我会跟他讲，我就说，这个还有他那个保湿大概一罐，还有大概有试用大概有50到100ml， 他就真的只用了那可能20ml， 剩下80ml 就不要了，我就把它捡回来。是是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保养品？有一点像什么叶赫那拉那种，啊，雪佛兰海洋娜娜吧，啊，海洋娜娜，我们一定要把品牌讲出来吗？真的很贵很贵的那个牌子，对，那个有买过。突然一直想到宫廷剧，叶赫娜娜，我想这个梗想多久，你就没有人意会出来。有那有意外出来啊！海洋，我想说，我是不是太久没有去百货公司
哎，这要这不容易耶，这不容易，这不容易。叶赫那拉拉拉海洋拉拉，对对对，我是说，那多少的保养都多贵的保养品你能接受？我觉得对男生的那个价值观里面，就是如果是我一罐像他那个你说那样保湿的那个，我觉得大概七八百块我都觉得很天价。七八百，七八百。对你男生的，我买的话，一瓶其实现在那个橄榄油初榨那个差不多。因为男生的话就是保湿的那种，差不多是这个价钱，所以对男生的我不会去买到，比方说刚刚讲那叶赫那拉那个牌子的。卖港工叶赫那拉，工先把工改成。啊，伊尔娜拉，那个牌子就是对男生来说，它是一个不会去理解的品牌。我可能会知道说，哦，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拉拉拉的这样子一个哦，插上去会多厉害。可是我并不会，去收植入广告费。我并不会去了解说，哦，那它这个价钱它应该在哪里？其实你在法国的时候，你就这罐剩一半，那罐剩偌济，啊，你甲高做伙啊，摕一罐对不？从可以等来的变药膳了，变药膳了。